ほいほいほい。我走了，然后后退，有点过不去。像螃蟹一样的两个人。我也铁板架上也没有铁板。喂，他们都放在那边。也没有啊，中午是专门插了一整排，现在也没有多。就大家都走了啦、啊。只剩机外队了。机外队是要几点才能走？几点才能走？对啊。因为他们不像国中国小生，那下课这就是他们的工作。下课之前就要车子带回去。是胀的痕迹啊？不是啦，那怎么可能光了胀？哦，中间是履带，左右是深沟。哦，所以就是雪上摩托车的痕迹。那两个人，那个人两根棒棒的。我想说怎么磕那么深？怎么可能？鞋啊，嘿嘿嘿嘿，哎。
那个高速小子们能帮忙收走，并没有人偷啊。目前目测的载客率，那台没有脚，那台没有脚，那台没有脚，这台有脚。可以试着在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做大掌，大钢鞭大掌，我可能可以做这两种练习。他们很，就是他们的字不知道是因为训练久了还是怎样，就是很标准的，都是闪电型的滑板。膝盖前弯，上半身前弯，虽然你说像在坐，但是其实它是贯彻的。你看头顶有在小腿那一直线的那条线上。你看，你说后座跟这个的差别就是在这个位置。你看这个头有没有在？确实是冷的、啊，我所担忧。所以你不再做大的了、哦？不做大的啊，开始想些练习的，或者是要体验松懈，这里就有了。或者是从那边切过来，也跟上面那种感觉差不多，有没有？切很斜是吧？对，有点斜，就是我们刚切的 level 是到这种斜度是在树外面，然后树里面大概只有到这种斜度，这几个是很稀疏。
斜的那一下斜多深，然后就是撇的越用力，就是刹车力越强。上半身前倾，重心往前撇。斜的时候，还剩这个好护站在上面。我这边疑似他是比较厉害还是比较不厉害？哎呦，小 baby 在胸口。小 baby 在胸口。是真的 baby 吗？还是？不然呢？小 baby。这样，最好是赶不停。往右切。而且感觉坐一趟了。后面都是有点三十。所以刚刚在买饮料的是老师。你是说手套掉了？手套掉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再买饮料。好，那我要滑哪里？滑这里啊。啊，闪电？怎样闪电？这样够闪电吗？不要学蛇。不是不是，惨，要撞到你。不要学蛇，再好我蹲。保持一种弹性，然后我说头，你就往正下方看，你看得到你的小腿前面，就是前面。我看得到，我怎样都看得到啊。你后座试试看，看不到小腿前面。你知道我说差别在这？你说后座只看得到膝盖？对，后座只看得到膝盖。我讲的重心点那件事就是讲这个。嗯，对啊。例如说要侧杀，照他们教官的教法，就是想象上半身朝下，没有，一开始直直往下滑，对不对？这时候脚是往前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突然间要刹车的话，就是除了转板之外，上半身要朝前，就最后会变成这样，然后就最后就想象这样抽，要是有抽那局，但是不是真的抽，然后就是。所以那个教官就连续做这样左叉右叉，就变成小转。然后我们刚刚两个都做不标准，就是准备要停下来的时候就先往后走，结果就滑得很远。如果有办法坚持上半身一直在这里的话，会咻就停下来。嗯，我想我不要滑那么直，老师下去了。
我两脚就会分开，哎、欸，你都听不懂。
不是听不懂，我就真的没有踩它。是你相信你做到了，但是如果是看影片或怎样子的话，就会发现我就没有踩它。不然你用一只脚滑，抬单脚，这种坡道你抬单脚是可以的。你真正做单脚滑，你就会发现差在哪里。好啊，那我也来练习滑单脚。他还要再录影呢、欸。那边刚好有，那上面会看到那边就是 Annapolis 吗？不是，应该是。那边那个是什么？应该是哦。我以为你指的是更远，我觉得是隔壁。刚刚我们拉到最后，不是后面有个 gate 吗？嗯。后面那个 gate 可能可以滑到安娜普里那边。哦。然后刚刚这一个这边，安娜普里的山顶可能可以滑过来这里。嗯。可能啊，我不确定。然后下面缆车站就特别写说，不管是安娜普里的票，或者是米歇口全山票，这里都不能用哦。你给我下去买票。因为他不在那四个雪场当中，所谓的全山不怕这个山，看来这个是自卫队专用雪场。因为这边有一个驻屯区，驻屯地，他们会有屯资吗？什么屯资？屯几楼？驻屯资，都很认真。踩脚柱，然后那只是踩脚柱，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坐在那里面的人没有脚胶，结论就是那里面没有坐人啊，反正就是啊，嗯，所以现在可能都没有人坐上去了，最后面坐上去的是 Patrol， 然后他们可能要十个 Patrol 坐地毯式的。往下扫才清得完、我还没有看到 Patrol 上山呢、你看到 Patrol 有什么颜色？我还是这些自卫队要负责吗？人情这里你觉得它小，是你看雪带很小，但是如果包括我刚刚转来转去的地方，其实它就蛮大的，整个缆车面向这边全部都算它的。我现在想的是说紫华安娜布里就 OK 了，你要买什么券？单雪场券或者是全山券，我要分析一下。不对啊，你 Annapolis 不是过不来吗？我是说明天啊。对啊，不是过不来 Village 或什么吗？是过不去 Village。Annapolis 是这里 ，Moira Annapolis Village。对啊。对啊。那过不去 Village 的。过得去啊，山顶过得去。是。我怎么记得以前你说好像要去坐接驳车？没有。因为山顶缆车没开，那就只能坐接驳车。哦，山顶是那种单人缆车。那你怎么知道还有开？所以要看一下那个山顶缆车有没有开，有开的话才有买前三券的价值。对啊。其一是这样，其二就是说我们到底会逛完吗，还是怎样？停了、正式停了。这可是我已经上去了。对啊。
套起来，接着他就可以坐上去了。套票票的应该是站的人吧，不是他坐完票，干他什么事？干他的事啊。他不关他的事，他不管那个。他是最后坐的人嘛，他顺便给他套一套，这样后面就不会再有人上车。又开始。这只脚大概在这个位置，那你是这样，对啊，虚虚的，对啊，你试着这样一点，你那只脚如果真的没用到的话，靠上去。这样子滑就好了。
起来会烧吗？不会啊。那应该是轻松的滑吧。嗯。对啊，而且弯的很多，就是很适当的减速，都不会。在三十分前势必得坐上去，除非滑梯叫我轻快。有必要吗？不用了。刚才我滑了，我觉得，哦，你怎么？我很慢。你怎么这样滑了 N 个弯还在滑、啊？就是，哎，这雪道有这么长吗？因为我很平啊，滑得很平。但是这样很顺啊。我要刷鞋子，我要去刷鞋子。已经没有下雪了。嗯。这样子算是不算的。不冷啊，不冷，现在不冷。我是说对车子而已。好吧，我做个假设。假设啊，车子中午被太阳烤，里面的空气是很热的。然后它现在渐渐冷却，还没有到真正冷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一打开车子，里面是热气出来，那就是好运，那就是运气好，里面就没有什么结冰的物啊，什么的都没有，会有这么好运吗？好尖哦，没有看到啊，冰柱啊，好难哦，每次我要回家的就这么难，嗯，人 Kilolo 也是，哈，你没有觉得吗？就雪给你滑到了，然后天也给你看一看，可以。我忽然发现他们是可以做出那种，他们这种套法是可以做出那种动作的。哪种？就是一只脚半高跪姿的那种滑雪法。嗯。它后脚跟是可以抬起来的。因为它绑在前面跟脚踝上。这个、我看到教练在穿鞋子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是这样。嗯，要点在三下雪板的外面稍微前一点，点它。那你真的要到弯腰才点得到。哦，太阳出来了，帮忙加温。
维持车内热气，是很奇怪，都每天要收工的时候晒太阳。哈，昨天真的 Kilolo 不是也是？对啊，他是帮我开车。今天开到旅馆只要七分钟不到吧？重点是要吃什么？嗯，就到比罗夫只要十分钟。农资锅每人平均一万块，太贵了，算了。哎、欸，然后没了。嗯，烟很稀薄啊。开张。摸一碗，二分之一的。肚子哦，我们要喷肚子。没了。我们要喷。对啊，我喷。够凉了，太阳极限了。要走这边吗？不用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已经被蹭得差不多了。但我记得还蛮深的，这一刻却没有蹭。啊，你也不能从这些停车场越跳，太巧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样我就不用害怕，我那边又磨刀。好，此方法好，已经没，非要这样不够。有血。话说回来，我们也都没有。租松雪板，嗯，没玩过什么叫松雪板。松雪板就是提供你相当大的福利，嗯，在你，但我觉得太长了，在我万一要去穿树林，可能会害我绊倒。它不是长，它是肥，长度跟你原来穿的差不多长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、啊。看虎头他们人都好长哦。那个是他们本来就要那么长的板子，他们身高高，所以板子也长一点。我没有看过那种板子，好长的，好大。而且他还追求速度，还是怎样？板高比人短，就是正常板。板高跟人差不多高，就开始追求速度了。然后比人还高，那就是竞速用的。然后宽度的话，就是越宽，浮力越高，越松弛。脚叫了吗？我看到这样子延伸，你说是不是他是吧？嗯，好不好哦？有可能哦。哦，嗯，有那么近吗？不知道嘞，你不觉得很像吗？有一点点。那这样也看得到啊，这样也不是看不到啊。我不知道我有到底看不到看不到，我的预设是他看不到。就这样延伸出来，跟这样，只看到脚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。来，再拍，我再拍一张。你要跟以后做对照吗？我刚刚在讲的，你应该是在拍，想说今天看不到的这件事。
它掀起来了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它在掀椅子。叫出来看一下，不是执照哎。清楚哎、欸，是我幻觉吗？你要不要我帮你录影啊？是吗？哪里？我去站哪里？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绿色柱子。那么远？然后柱子在柱子那边朝右看。那么远？是啊。
哦。看不到他，看不到你啊！因为我刚是超很快，所以你才会觉得没路多长。哦，其实那个距离，坐小小弯的话，可以弯个七八下。我觉得我走了很久才到这。对啊。好，所以你决定要怎样？去停车，把那个卸下来，然后把车移到最接近外面的地方停好，然后走过去。还是在那里暂停，然后发上去换了。不要，你就停过来一点的停车位。反正现在大家都走了。很硬啊、欸、车子现在状况很好，赶快去把里面的热气释放出来，我要来刮拼板子。对啊，反正就门开着，
然后再慢慢转，不要慌乱的这样。我看应该没有用吧。造成的什么事吗？什么事？早上啊，不是那个，早上不是那个，换鞋子的时候应该是沾了血啊什么的，放进去吗？嗯。现在你一点血都看不到。哪里一点血都看不到？地垫上啊。哦。现在他们都变成水汽了，所以把他们的水汽都放出来，才可以避免明天的惨剧。哎，那我忘记了。